关键一部分。就是我们说的人类共同体，到底我们会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值得还是不值得？一个更好一点，哪个更差一点？我想可能是人类要共同面对的一个政治问题，就是人类如何面对权力的问题。我想这不是两个主义的问题，是人类的一个共同权利如何能够更好的，让人类避开这种灾难的问题。